各位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我是冯慧敏传道。今日选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6章13至28节。在该撒利亚腓立比境内，耶稣向门徒提问有关他的身份问题。人说人子是谁？这个问题标志着我们信仰的宣言。接下来他就向门徒启示教会的真理，并且开始提及他要受死和复活的事。马太福音16章13至20节，认识基督。耶稣是谁？群众对他的认识有不同的意见。有人说是施浸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者是先知类的一位。他们对耶稣的身份是不甚理解，但彼得的回答却是十分正确：你是基督，是永生神的儿子。期望我们对耶稣的身份是肯定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亦都是我们生命的主。因此耶稣说他要将他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，从此要进入天国的钥匙必须透过教会。马太福音16章21至28节，跟从基督。耶稣必须走十架道路，这个是父神的旨意。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，受长老、祭司长、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但是彼得的回答：主啊，万不可如此，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。唉，彼得啊，这块石头刚刚才被主称赞，现在就成为了主的绊脚石，被耶稣责备。因为彼得不明白永活上帝的儿子基督为什么要经历死亡和痛苦。弟兄姊妹，跟从耶稣基督的人也必须走十架道路，而走此路的条件就是舍己。因此舍己者必在基督国度中得享荣耀。让我们在疫情下继续为医护人员和确诊者去祈祷。感谢父神，你有无限的恩慈，使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宝座前，为了得怜恤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我们切切为香港的疫情祈求，求主叫有需要的人得到适切的医治，合适的住院休养环境。求主叫管治者有智慧，适合现况的措施，亦都为医护人员去祈祷。他们在压力下沉重的工作，放工后身心的疲累，求主怜悯加力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门。